动，亲都亲过。摸一下怎么了？这是我的猫，我想怎么摸就怎么摸。不过这个触感也太真实了吧。看样子你在梦里对我垂涎已久啊。你怎么会在我家呀？你是来跟我道歉的吗？你应该感谢我及时出现，不然你小命都难保了。还好我房子没退租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，不然我就无家可归了。这就是 Sway 的呀，这装修的什么呀？姑奶奶，行走江湖，嘴下留情，免得哪天我不在了，被人打。少吓唬我啊！这一路上拍了好几个帅哥，得赶紧上船了，姐妹们都在嗷嗷待哺的等着我呢。明天和我来店里学习。不要，好不容易回国一趟，我得好好玩两天再说。你玩你玩，那这个月的零花钱就……啊，别呀哥，我去，我来还不行吗？哎，可惜了，还以为能省笔钱。还以为当区负责人能大方些，小气。Surprise！ 你怎么在这儿？来找你约会啊！哎，等等我！又是美好的一天，开工！怎么昨天没给我发这里的情况汇报啊？真是一天都没得歇。怎么样？说吧。弟弟，跟姐姐比，你还是嫩了点儿。叫声哥哥，我可以考虑给你放水。不用了，直接来吧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来吧。
深藏不露啊。不然你以为程木的拳是跟谁学的？好久没打拳了，这么一来感觉压力都没有了。谢谢你啊。没事儿，只要你想，随时奉陪。你好，请看一下我们店里新出的新品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谢谢啊。啊，不用了。那还是上那家吃呗。嗯，走呗。喂，我跟你说，我发现了一家特别好吃的甜品店，我买了好多，现在去找你啊。看看，拍这个吧，这个挺好看的。啊？班长。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我在 Sweet 看到姜思涵了。你确定看清了吗？不会看错。这才几天呢，就跑去 Sweet 邀功。老大，我看你是信错了人。都很闲吗？一个在这站着，好玩吗？这店就我一个人看。走走走，我就说吧，坚持不了。像是宁哥说的吧？哪边啊？啥？哪边？思涵，你这一年过得好吗？挺好的。对了，班长，你跟李默怎么样啊？李默，我和他现在没怎么联系了，你怎么突然问起他了？没有，之前你们两个不是一起出国了吗？我还以为你们在一起了呢。你误会了，出国是我早就准备好的，在我的计划完成前，恋爱不在我的考虑范围。但是现在，我的计划已经完成了。思涵，这次回国是我主动申请的，有些话我等了一年了，我想……班长，之前的事情都过去了，咱就不再提了。那个，先恭喜你成为 Sweet 品牌的区域经理，厉害！啊，你也很棒，你也很棒。嗯，能遇见就已经很好了，我们以后常聚。好啊。时差就是麻烦又迟到啊！你没长眼睛。对不起啊。啊，那个介绍个店叫宋，我是那儿的店长。你去那儿找一个叫白冰的人，有什么赔偿事情你跟他说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我都不知道宋是哪，万一你骗我怎么办？你想怎么办？卧虎藏龙啊，竟然有比我哥还帅的人。这些都是你们店的新品吗？对啊，很好吃的，你快尝尝。啊，
别误会啊。久仰大名，班长啊。Sweet 区域负责人韩木舟，韩先生。那个班长，我们俩今天突然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，咱们下次再联系。不着急，韩先生你好，我是隔壁四楼店的店长程木。我进来呢，正好想跟您探讨一下你们家甜品复制粘贴的事情。什么复制粘贴？你在说什么？哦，这么着急回去是着急给瑞瑞做饭吧？瑞瑞是我儿子，见笑了。儿子，你们结婚了？不，不是不是，怎么可能呢？那个孩子饿了。他不是班长，我那个，我下次再跟你解释啊。哥，他俩，我看不像。那就行，要不然就打消我磕 CP 的积极性。又是你那些奇奇怪怪的 CP 啊！你不懂。我这是为那广大寂寞少女的内心谋福利。随便你怎么批，只要别把我批上了就行。乔木，你这样有意思吗？比随便 copy 别人的创意有意思吧？不是，创意那也有撞梗的时候，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是人？万一是巧合呢？好，我承认这个世界上有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巧合，但白面调查过，在此之前有一个小号给 Sweet 的邮箱发了一封邮件，里面是我们的配方。我可没有小号。我没说是你。那你为什么当着大家的面说你不相信我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不相信你？就是有啊，反正当时我那么着急给你送笔记本，你怀疑我，我当时可生气可委屈了，而且我到现在也没打算原谅你了。你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。瑞瑞最近怎么样？特别不好。要不你回来看看他怎么样？瑞瑞是因为见到你，所以一下就好了。今晚刚爸和小姨又可以一起给瑞瑞讲故事啦。瑞瑞，小姨这两天有点事情，就不能去干爸家了。小姨，你是打算抛弃瑞瑞吗？当然不是啦，小姨怎么会抛弃瑞瑞呢？那要不？瑞瑞这两天去小姨家住好不好呀？不好，我要在干爸家住。那行，那瑞瑞在干爸家乖乖听话，小姨一有空就马上来看瑞瑞，好不好？好，来过。上吊一百年不洗面。小姨走了啊。走了。小姨，干妈有话对你说。回去路上注意安全。又走过整个季节。哦，知道了。穿着外套早已不太适合，去年风存我刮不到这冰冷回忆拉扯，我的
伤心，精神一点依然。要不我们再玩点其他的吧？咱今天就先到这儿吧，我还约了人。其实我都……李景阳，我是看在工作的份上才答应跟你约会的。从今以后，你依旧是我弟弟的好朋友。今天去看瑞瑞了，他很好，放心吧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你呢？你好吗？我很好啊，也放心。看不出来你哪里很好。我跟你说啊，再会啊就要说出来，有问题呢就要去解决。啊，我这里信号不是很好，我先休息了啊，姐。哎，拜拜。吃饭，送包包，电完成，装病博取同情，哎，这倒是不用装，这有什么毫无诚意的俗办法？只有李景阳这种傻子才会用。小鱼头，我可以问你一点私人问题吗？可以啊。不小心做错事情惹人生气，虽然道歉了，但不知道他还想不想回来怎么办？用心。怎样才算得上是用心啊？如果你想缓和你们之间的关系，并且更进一步发展的话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一起做一件对你意义非凡的事，让他走进你的世界。只有了解，才能让彼此更亲近。要干什么呀？我们一起做个甜品吧。小姨，你该不会要拒绝吧？怎么会呢？小姨怎么会拒绝我们瑞瑞呢？那我们开始了。那瑞瑞呢？负责剥草莓。好。像这样。小姨，帮我把鸡蛋分成蛋黄和蛋清好吗？好呀。在舞台下，我们。
们也是粘儿王了。小爷想瑞瑞，亲一个。是啊，思涵，我一个人带瑞瑞带得手忙脚乱的，家里没有你真不行。咱们爸可笨了，没有最爱吃的鸡蛋羹都不会做。真的吗？再看看啊。证明我们瑞瑞饿瘦了，那小姨就只能勉为其难的回家了。终于和好了，小孩不易呀。那个，你们两个看看这个甜品你要怎么分，我帮你们切。那肯定是我一个人的啦。我是小孩，我应该多分一点。就不，这是干爸给小姨一个人做的，以后再给你。你说最最最喜欢漫漫长夜。从不胆怯，有你陪伴的每一个季节，风都更温柔一些。咱们来拍个照吧。晚风吹过天边星光漂浮的夜。咱爸能不能笑一下呀？你干嘛？我拿水啊。妈妈，我刚刚刚和小爷爷看完故事书，现在准备睡觉啦。好，给妈妈发过去。好，他回了。好的，瑞瑞晚安，妈妈想你哦。妈，我也想你，晚安。给你买了摄像头，你不给我密码也就算了，你就不能主动给我发几张我儿子的照片啊？不给你找着呢吗？看起来心情不错，有什么好事？找着媳妇了？哎呀，这男人啊，老了也不好找，你这老是拖着也不是事儿，你还真打算一辈子不结婚啊？没那个福分，也不想耽误别人。净瞎说，我看你们这一家三口挺幸福的，但我儿子就没有一张单独的照片吗？我明天给你拍。看来瑞瑞在你那儿玩得很开心啊，我也确实得努力把他妈妈给哄好了。你想好了你就抓紧，没有人在原地等着你啊。这话我也送给你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喜欢瑞瑞小姨啊？你看你照片笑得那么开心，这还是你？挂了挂了挂挂挂挂。你儿媳。有空的时候我问一下瑞瑞，在我和仲明之间，如果只能选一个人的话，他最想跟谁一起生活？这种问题，叫我怎么问得出口啊？太残忍了。大人吵架，受伤的永远都是小孩。怎么睡觉不关灯啊？木木还小，你就再坚持一年，行吗？
放我求你了，就一年。他就是个累赘，不，我才是那个累赘。你不是累赘，你是我老婆，你是木木，你是玉玉的妈妈，他们需要你。我是累赘，我就是那个累赘，我就是那个累赘，让我去死，让我去死。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你做噩梦了？我睡觉不管疼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路过看见你这没关灯，我就顺手给关了。哦。